佩奇，爸爸快救救我。咋了乔治？爸爸你还是先救我吧，我把妈妈最喜欢的口红弄折了。爸爸你还是先救救我吧，我把妈妈的裙子当抹布了。哎呦我天哪，你俩惹谁不好，惹你妈干啥呀？咋整？可咋整？都快把我们藏起来吧，千万不能让妈妈找到，那我俩就得挨打了。哎对对对，哎你俩躲这里头，爸爸呀就说蒸馒头呢，你爸你妈呀一定不会开的啊。啊气死我了。看见那俩孩子了吗？没有啊，咋的了？猪妈妈瞅给你气的。佩奇把我口红弄折了，乔治呢拿我裙子当抹布，你说我生不生气啊？别生气别生气，我再给你买啊。那也不行，我必须得打他俩要出出气。你看没看见他俩？没有。这是啥呀？我蒸馒头呢。最不愿意吃馒头了，我给他找他俩去。哎呦躲过去一劫呀。